删我微信。对对，就是蚂蚁我，抢我读条，独家。哎呦，我一定要吐槽一下。火不火看辣房，橘子辣房我来了。橘子娱乐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空俊，下面我来挑战关于我最狠的30个问题，开始吧。这东西其实毕竟还挺真实的，你有发现？挺好的，觉得自己就扛生存的能力怎么样？生徒杀手，开玩笑啊。发泄我啊，我看到了，说我戴眼镜很好看，挺舒的。说什么男孩子戴那样好不好？没看到。就林深前半段会有很多闲置的表情，然后大家就说林深的母语是母语。所以你自己有出演的时候，经常有闲置脸那种表情出现。是的，因为这个潇潇很多做法让林深难以理解，就肯定是，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很无语。绝对是为了工作。目前为止出现人生最多的技能是催眠，演的时候有被试一下这样吗？我们演的时候哈，就是没办法，就是场地有这么多工作人员都围绕着你，就是不可能的，就尽量去还原真实的案例吧。你会好奇这个技能？是挺好奇的，但是我希望有一天啊，不行，还是不要希望，不要感受，开心就好了。这次跟乔欣合作的初印象和接触完之后的第一印象有什么改变？合作之前，当知道对手是乔欣的时候，听说他在业内口碑都挺好的，接触下来没错，乔妹大大咧咧的，做事情都挺积极的，就合作下来氛围非常好，很快乐的。大家都好奇的，这个林深长得帅又事业有成，但是一直单身，原因到底在什么？就是不合理，但是那个剧情也得需要这样的角色，对吧？你这个不能谈很多恋爱呀，你得专业一点。那现在有学会就是怎么样悄不声息的加上对方微信吗？删掉了微信。怎么才能悄无声息的加回来？你直接加回来不就行了吗？悄无声息，学套路啊！我看了那个片段，转一些话题，哎，赶紧加，我付钱之类的。牡丹林老师的套路，表面平摊咖啡，实际上这次挺会的。那如果现在你要发现自己的微信被别人删了，你会是什么反应？傻吧，删我微信，后悔去吧你。其实还是挺遗憾的啊，我也是真的200%想用自己的声音，但是我听我的同事们说，定检就用我的同期声的声音，他们说我这次台词有进步。直播里面你要说去学英语，然后大家就说你要累死自己卷死别人。没关系，我想学口语嘛，这部戏我拍到稍微等角色完全抓住了，我跟他们说了找英语老师，其实对自己有帮助嘛，万一以后出国用得到呢。你有自己特别特别喜欢想再去尝试，最后一次都用到。我觉得我都挺好看，可以靠脸吃饭。选出来最好看的，最好看的，我希望不是最好看的造型吧，我希望能拍一点外景。我的杂志好多都是棚内的，有点遗憾。这里我要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摄影老师有的时候出发图哈，不是说他没有用心，是因为我不能去外景拍，他们不同意主办方，怕我就危险啊。你说的危险是指这些吗？你看沙，听碎了沙掉不出来了，怕有粉丝跟什么的。那你一般看到什么样的外景视频或者物料会忍不住发出对对这个蚂蚁我？哼，说我演技有进步，对对，就是蚂蚁我。那如果是那种搞笑像的和那种色气像的，二选一。色气像是什么意思？ OK 了 OK 了，点到为止，怎么安利想怎么安利都行，只要是安利我的作品。很多人在直播时候会评论两个字，漏，对你来说是种压力吗？漏腹肌不是压力啊，我不漏不就好了吗？有什么好压力的？吹就吹呗，近期没有什么露腹肌的计划，我不露就好了嘛，难道他还能把我衣服撩起来？以前的工具，现在的工具。腹肌不给你看。把一至十分给自己的好片酬打分。我
哪有这么好套路，开玩笑，九分吧，你看他还是被骗我的。哎，你知道就是说人做的不是做两种东西，什么意思？一只手托自己脸上，另一只眼说另一个不是做的套路，我没门，我信你个鬼。你有没有，你试试，我真的做不了。瞎扯，我可以，我就不上当。越叫我做什么，我越不做什么。我故意不给你wink的。想做wink，哎呀，wink太可爱了，不适合我这种猛男。把我整不明白了，有妈妈粉，有女友粉，什么粉都行，他们每个人对这个我的定义不同嘛，就是让他开心就好了，对吗？我能说什么呢？那队友经常大叫，穿纯色很贵，穿花色很蠢。穿花色很蠢，很纯，但是哦，然后呢？穿纯色很贵，穿花色很蠢，可以的，这样妥妥的衣架子，赶紧的，代言多找找我。对对，就这么安利我，代言快来砸了，砸过来。商务在后面开心的笑了。那想知道你本人对年龄会不会有焦虑？没有焦虑吧，该在什么年龄做什么样的事情呗。现在正是处于我的上升期，演员嘛，对吧？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自己的任务，然后以后就试着慢慢转型呗，选择更多更好的作品，会脚踏实地一步一步走下去的。那上一次在舞蹈行里说粉丝rap 那不得等到粉丝两千万的时候哦，是你们啊？采访一个，他们开头不说老朋友，假装的。采访太多了。你伤害了我，还一笑而过。这一趴有点冷场了。那这次如果你觉得要给3000万你都不想的话，你觉得说出去什么还可以想要？又在这儿忽悠我。没空，你这不识骗了吗？对吧？又想在这儿抢我独挑独家。我共你双赢3000万。我还没想过呢，这个3000万，那我就真没想过。再来一次橘子辣，可以，好，再来一次橘子辣房吧。2000万都还没过呢，让我想3000万。我今年是你上过最无语的一个热搜。最无语，不记得了。还有什么？就是什么工具夜曲好听之类的，好听说过了，挺无语的。我是一个没有事业心的歌手，就这一个吧，别提太多了，不能说多了。下半年基本都是出组跟进组，目前接访谈曝光是相对来说有些减少，你觉得会不会影响一些热度和讨论度？倒是没有吧，我今年播了5部作品，哎，还少呀。下半年在什么工作状态下做什么样的事儿？演员嘛，演戏为主。最近应该安排会多起来，到年底了，各种活动啊、晚会啊，大家看到我机会要多一点。你说你是一个有危机感，你觉得到什么样程度，就是这种危机感可以稍微缓解？有作品，作品才是底气。其实现阶段对我来说就是积累作品，这个才是立身之本。最近可有什么具体的目标吗？奖项，演技上的奖项。那如果要给2022年定一个小目标？2022年第一季度，那不就在演徐思吗？演好这个角色，因为我也没有碰到过这种反差的，觉得他可以玩起来。徐思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扎苏，非常过瘾，大家敬请期待。有没有觉得自己比明星更会？有没有像明星一样手滑，伤了别人的衣服？好像被李荣浩老师关注后，发微博后就更谨慎一点。我们新拍的没有，但每次照镜子会看自己服。那有没有觉得自己唱歌进步了？有。最近有没有被安利到什么好东西？哎呦，我一定要吐槽一下，算了。快说出来。这对很多厂商不太好，算了不说。哎，就是算了不说。最近冲浪有没有遇到过你看不懂的梗？有什么梗啊？没太关注。最近有没有很想分享，但是现在还不能说的好消息？有，太多了。太多了，我工作最近排得满满的，能没有好消息吗？他来了，他来了，他带着礼物走来了。有没有觉得自己应对采访更游刃有余？好像是吧。2021年有没有想实现但还没来得及实现的愿望？没有，我觉得挺好的，有成长就最好。来签名了。